我要向你承诺，我要换过来，来宠你，好不好？看着你，默默看着你，我愿意为了你换个表情。 带着你，只想带你去。我心里只有你能够走进。你走过的路，我愿意同行。海阔天空3万里，陪伴只有你。你选择的路，何须说得清？ 为何走入我的心？我爱你，我想好好的和你并肩走下去，不分离。我爱你，我要努力为你挡风遮雨。 如果说爱情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一种情感，那么婚姻便是。 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一个结合，两个人之间不轻易的相遇，成就了一生的相守，这就是所谓的爱。谢谢你，奶奶，恭喜。 谢谢。但其实有个事儿，我想不明白啊，你不是有儿子吗？ 为什么不把胡奶奶好好的托付给他呢？我那个儿子呀，坚决反对我跟胡奶奶在一起，连门都不让他进。我怕日后啊，儿子啊会让胡奶奶受委屈。我知道他这辈子不容易，为了我又跟儿子闹成这样。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 他怎么办？我怎么能放得下他呀？谢谢，小江，你来了。 我们双方费尽千辛万苦，为两位老人的婚礼，请来了一位神秘嘉宾。这位嘉宾就是我们将爷爷儿子为二楼伟大的爱情做见证，有请小江先生扶着新娘来到新郎身边，戴上婚戒。大家掌声欢迎！ 有请家属引领新娘走向幸福的殿堂。
没想到，你竟然把江爷爷儿子请来了，说服他很不容易吧？但是还是没有让爷爷和奶奶他们两个顺利的完婚。你说爷爷为这个家付出了一辈子，到老了想追求自己的幸福，为什么要征求儿子的同意呢？这不是同意不同意的事情，是希望身边最亲近的人给予支持、理解。还有祝福，天宇，你不觉得我们一味的要求江先生去理解和包容他父亲，但是从来没有想过他内心的感受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理解都应该是相互的。没错。可是江先生已经上船了，已经去参加婚礼了，他为什么？那要怎么做他才能原谅江爷爷？人这一辈子有的时候心里有一个坎儿，其实是很难过去。你说胡奶奶等了这么多年，盼了这么多年，那这婚就结不成了吗？那江爷爷的心愿怎么办？你没看到奶奶脸上幸福的笑容，她明明想嫁给爷爷的，为什么还要离开婚礼现场呢？你知道爱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吗？无论你们的最后结果是什么，但是你都希望对方是幸福快乐的，不为难。那总不能就看着他们这样吧，我们总得想想办法，再努力一下试试呢。嗯。我们。还是分开吧。咱腌好了，还有什么需要我准备的？暂时不用，谢谢。胡奶奶，吃点东西吧。安妮姑娘。那天的事情很抱歉，给你们添麻烦了。胡奶奶，说抱歉的应该是我们，是我们没有规划好，就着急办婚礼，实在是太不好意思了。这都是多少年的积怨了，如果我能够跟他在一起，我们早就正大光明的在一起了。他这辈子不容易。自己的感情还不被儿子理解，你说我怎么可能因为我的存在影响他们的父子感情呢？况且他还有那样的病。丁先生，我可以进来吗？请进。
谢谢。客气。对不起，我把这场婚礼搞砸了，让大家都下不了台，也浪费你们一番苦心。其实真的应该说抱歉的人是我，我没有完完全全站在你的立场去为你考虑。其实本来这件事情我是不反对的，但是到那个场面，不知道怎么的，我就迈不开步子。我知道你尽力了。我在上船之前，去我妈墓前哭了一场。没想到她走后，这个位才是那个女人的。我想你可能误会了，其实胡奶奶在自始至终没有想取代你母亲的位置，是我们听说了这个故事之后，想在您父亲病重之前，给他们一个仪式，不希望二老在有生之年留下任何的遗憾。我妈一个无辜的女人，她为这个家付出那么多青春，活着的时候丈夫心里没有她，现在这个女人要嫁进来，他们都是为了爱才付出了这么多。你真的希望你父亲在遗憾当中了却此生吗？我不希望你像我一样，你知道，当我知道我父亲他发生了意外那一刻，其实我心里边有很多话想要跟他说，但是我没有机会了。我希望你可以再考虑一下。不管怎么说，我很抱歉。大家都站好了，现在开始咱们进修班的拓展活动，领导力的测试。来来来，都过来了。大家听清楚我的要求啊，现在你们之间相互手拉着手啊，来来来，来围成一个圈，来。哇、wow ！你在这边干嘛呢？没啥吧，闲聊。那我们准备走。小土豆皮呢？啊，对对。小土豆皮还需要这么多人吗？对呀、啊，爸。啊！动作快点啊！我很着急把这些土豆下锅炸熟。OK， 来，每个人拿一把枪。哦，对了，Bring the petroleum distillates and limonene. 喂。Well, the aliens are most likely silicon based, so. 加料呢 ？OK。Check this out.是抓外星人吧？外星人怕这个呀！我的妈呀，大蒜味道这么大！你是抓吸血鬼还是一体啊？管他呢，味道过小火就行了啊！再说反正都是废物猪类的嘛，一个意思。方强，你真的见过外星人吗？当然见过了，你小的时候跟朋友在海滩上玩，就突然间抬头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圆盘，比月亮还大，比月亮还亮。就像那个电影叫什么来着？那个 Independence Day。Independence Day。我小的时候也见过。你也见过？真的。
我小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家里生病呢，还窗户往外看，发现了一个 UFO。其实我刚说，外星人肯定是偷偷藏匿在地球上建立了基地，所以我们船上的移动肯定不是偶然的。还好吗？还好。吹吹风就好了。嗯。向总，您鞋带开了。哦，我来。我自己来吧，自己来吧。这是在干什么？就一个不注意，你们差点把整艘船都给翻过来了。啊 ，Listen， 说你的。我哪里知道两个大伙人会发白光呢？好笑吗 ？Sorry。客人怎么样？受伤了没有？对不起 ，boss， 我们就是……丁凯，对于紧急事件的判断和分析跟你们的专业能力有关，也太让我失望了。欧森在里面吗？这会儿我就飞机上拽死渔网。电击，这也太夸张了吧！实在对不起，请你放心，我们一定严肃处理。主要是伤得严重吗？医生仔仔细细检查过了，没有问题。哎，向总，您没事吧？我没事，你怎么样？我没什么大事儿，就是被撞到的地方有点痛。你们闻到了吗？这什么味儿啊？我哪知道什么味儿啊？海员们都在外面等着，跟贺小姐和向总道歉，请随我来。女士们、先生们，我说你们搞什么呢？啊，两个大活人像绑猪一样绑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最近船上频繁出现怪异的现象，他们也是出于不惊动游客的理由下来帮忙处理的。我的天哪，你还要怎么惊动啊？啊，把全船都绑起来是吗？算了，他们不是有意的，也是为了维护船上安全嘛。两位今天是否愿意与我共进晚餐，接受我们最诚挚的道歉？晚餐就不必了吧，我想早点回去把我身上这些脏东西给洗掉。向总，我们走吧。好，天月走。对不起，对不起。丁凯，你说这件事怎么办？虽然他们这一次闹的动静挺大的，但是他们的动机是好的，起码他们的初衷是为了保护整艘船的安全。我建议将这一次所有参与此次事件的员工关禁闭一天。王子牙，你说说你的建议。刚才行政大副已经提出了方案，我觉得很合理，在职责范围内我尊重他的想法。中国人有句话，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看来新的规则要在我们的船上建立，我很期待。
发现他们那个事情最后怎么处理的？关了一天禁闭。这是丁凯的提议吗？欧森有没有说什么？他就说了一句：“外来的和尚好念经。”那看来他不是特别满意呀、啊。哎呀，他是不是有点不待见你了，丁凯啊？既然选择了入这行，就得做好突破困境的准备。咱们船上的华人高级海员就你们两位，而且这一次的评比，通知丁凯。丁凯，乌鸦又出现了。这个帽子，好了，诸位，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可以自由交流。班上认真思考的就你一个啊？啊，哪有？哎，你坐。我基本都不懂，就是凑个热闹。没想到这个向总这么受欢迎。这个向总的确是年轻有为，但是咱们这个班不只是男士虎视眈眈，这女士一个个的也是势在必得。不过向总。确实挺优秀的嘛。哦，对了，那个胡奶奶一个人住的怎么样啊？你放心，我已经托人尽可能的照顾她了。谢谢，麻烦你了。也不知道丁凯跟那个小江先生聊的怎么样了，我今天一天也没见着他。你跟丁凯挺熟的吗？也不算，就是因为爷爷奶奶的事儿，接触的多一点。我以前觉得他这个人冷冷的，没想到跟我一样爱管闲事儿。看来我还是不够了解他呀。我也是从那次救援才对他改观的。你不知道我们第一次见面可囧了，他还把我关禁闭。后来在国外也帮了我。这次的事儿也是他想出来的，然后告诉我的，虽然还是失败了。You are good with computers. It's just a little programming. I'm going to reset it. Yeah, and this one's getting old already and requires a lot of maintenance. And the updates come so quickly. I think we'll be meeting a lot more often. Anytime. So, how's Dinkai's choosing of the guests on the captain's dinner list going? It's his job. I'm not going to interfere. Yeah, but you're his friend, so I should warn you, you know. It's really important that he check the last few names on that list. Olson always did that. I got it. Interpol have asked for our help with 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rime investigation. There's a member of the criminal gang on this ship now. MBA group members from Baohua Travel Agency have been locked as his targets. Hey. 选名单呢？是啊，头疼啊。有大致的方向吗？
这从来没接触过，我还在摸索中。你可以参考历届的船长完颜名单的。其实我这一次呢，是希望有所突破，可以让船长晚宴这一次的主题更有意义一些。那我很好奇，你会选出什么样子的人来？要咖啡吗？帮你弄一杯。好，多谢。 教育特别好，水土风情也好，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各位创业成功了，给自己一笔犒赏的话，意大利是个很好选择。海外投资嘛，房产肯定是首选。而且我比较有经验，可以帮助你们。各位同学，啊，这是我自己来说。我向总，你好，我可以坐这儿吗？当然，您坐。 向总，抱歉，我来晚了，实在抱歉。哦，贺小姐啊，嗯，我约了向总谈事儿，您这是？向总，这是我之前跟您提过的合作意向书，我已经做好了，你看一看。哦，熊小姐做事情效率真高啊。 这一点，向总您跟我合作绝对可以放心。这不是普通的公司可以媲美的。当然。所以我说啊，做生意呢，谁的动作快，谁就占尽先机。我先出去透透气啊，嗯，一会儿再回来。我们再继续聊。好。向总，你跟除了真的熊凯林签合同，我告诉你，宝华可以给除了真给不了的，我也可以给熊凯林给不了的。哦，对了，你看我手机上有我们宝华老板给你的个人承诺，你看看，我跟你说，不管你选择跟哪家公司合作，但是我们宝华可以给你真金白银的利益啊。向总，你跟熊凯林那个私人合作，我很感兴趣，我手上有一些现金的。 虽然不是很多，但是我希望你选择跟我合作，毕竟我们一起挣了钱，你分多我分少，我不贪心的。我觉得女人嘛，重要的心思还是要放在家庭上，对吧？我跟你说，虽然我不是很富有，但是我有诚意啊，向总。在熊凯林有我有诚意吗？而且我们宝华也不比图拉真差，对不对？ 我跟你说，您千万不要答应熊凯林任何条件，我会找机会再来找你的啊。Sorry， 你怎么说话呢？你尊重过一点我作为母亲的权利吗？母亲的权利？ 你说你这个当妈的关心过孩子吗？什么叫输在起跑线上？你懂吗你？我跟你说，你就……好了，我不想再跟你说了。向总，让您见笑了。是孩子的事情吗？你不妨考虑一下，送端端去意大利上学。国内的教育情况我有了解一点，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都特别有压力。 在家，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说，向总那个事儿，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啊？有那个时间吗？人上海的马经理分分钟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呢。再说了，图拉真钓到的鱼，人家已经上上下下查过多少次了，我就摘个桃子而已。
这事儿要是成了，对宝华，对你我，那好处想都想不到。不是，我是觉得你不能因为一个熊凯琳就这么急呀、啊。为了抢一个男人，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搭进去，这太冒险了。你小屁孩懂什么呀？做生意就是快准狠，你得好好学学。快准狠，也得建立在斤两够的基础上吧。娘，这小孩说的没错，向总的项目我是要定了，最好别插手。丁凯，你学着里应该画再蓝点儿。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蝴蝶结应该是红色的，应该涂红色的蝴蝶结。这个也要涂红色。小溪，你看见我丝巾了吗？小溪，这是在哪儿啊？哦，昨天晚上放这儿。找到你啦！我说呢，我的丝巾去哪儿了？原来是有个小姑娘又在偷偷出门呀。
妈妈，他们说外星人来了，外星人不会来带我走的吧？想跟他们走吗？想是想，可是我又舍不得爸爸妈妈。你可以先去，结交几个外星人朋友，开开 party 什么的。那样的话，是不是妈妈也能看到我了？只要你开心的笑，妈妈就能看见了。是笑吗？笑得真好看。奖励一颗。段段，妈妈问问你，你以后想不想去意大利上学，并且在那里生活？那里学习压力呢可能会小一些，而且长大以后还不用学外语。我想想。静姐，您别嫌我多管闲事儿，这移民这么大的事儿，你要不要再想想？我是说，不管是投资移民也好，还是结婚移民也好。他听起来好像是很多人的梦想，跟您一个人去个陌生的环境，还带个孩子，您真准备好了吗？好啦，我就是问问。什么外星人论，搞得人心惶惶！你们都是三岁小孩吗？丢不丢人？但是来生说的是……来生说就是真理吗？荒谬！哎哎哎！徐敏，我郑重声明一下，真理在被证明之前都是以谬误的形式存在的。所以不管你们怎么看，我依旧坚持，这个世界上一定有外星人存在的。阿徐，你静了一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最近的忘性是越来越大，出门必须得看着，要不然一分钟就会跑丢。你好，你好，请问喜欢哪一款？这个电子定位仪我看中了。好，谢谢。不开心，你很难过吗？小朋友，等你长大了，等你老了，老到像我这个样子，你就会明白，人的感觉不只有开心和难过两种。要是我像灵魂的那么大的话，那我就太开心了。可是妈妈说我不会变老。为什么不会变老啊？因为我会变成星星，挂在外太空。
是吗？相遇在一座城，相遇在某个人潮汹涌孤单的路口，相识于一片天，相识在蔚蓝海洋中，生活的另一面，梦想的是发现，不经意的转弯，终点又回到起点。移动的地球村是一个同行的圆，从彼岸到此间，最美的少年，每一次停靠都是为了下一个起点，每一次启程拥抱着辽阔海天，每一次靠岸看了万家灯火人间团圆，每一次起航追逐永不消失的地平线，移动的海岸线，从天边到眼前，生命的延长线不再那么遥远，闪亮的夏天闪亮了每一天， I love you forever， 一刹那时间。